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审爱世人》第49页。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从这里问一问，然后接着再讲下面。若于众生尊重尘世，则为尊重尘世如来；若令众生生欢喜心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人觉。经典上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要想到怎么样能够相信，如何能够透彻了解事实真相。这就是佛法教导我们学习的态度，信、解、行、证。读经如果不懂得这些方法，很难有真实的利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那我们相不相信？信到什么程度？对于一切众生，依然是生不起尊重尘世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我们学习修行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就是我们只有个含糊笼统的概念，没有认真去深究佛为什么要这个说法。所以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又怀疑。又恰好这是学佛的关键，这里不能通过，后面就无法进展。那就是前面，在前面所说的，一定要相信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是佛，你也是佛，大家都是佛。不但我们都是佛，出生道里我们看到的牛羊马小畜生老鼠，记住他们是众生的，众生包括他们，还包括蚊虫蚂蚁。现在我们叫生物，所有一切的生物
都跟我们一样。我们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同一个法身，同一个体，而这个体跟十方诸佛又相同，无二无别。要不把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真正相信，我们对佛法的研究，纵然在书本、文字、理论上有个概念，或者是清楚了、明白了，做不到，行动上做不到，必须真了解实际。我们往今后对一切生物起心动念就不一样了，对他们生起尊重的心、爱护的心，一体的概念，这个重要啊，尊重心能升起来。一切众生他们所需要的，他们所喜欢的，我们在有能力范围之下帮助他们得到欢喜，得到安乐，绝对不会去伤害他。自自然然就能做到。众生生欢喜心，佛看到了，菩萨看到了，也欢喜，随喜功德。我们今天落在六道的人道啊，人道难得，真话不是假话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为什么？唯有六道里头，唯有得人道，遇到佛法能成佛。能够做到信、解、行、证。那这段经上开头讲的尊重尘世是信，我们学了要做到啊，知道一切众生值得我们尊敬。为什么？法身所现，法身是相同啊，应身不同，化身不同。应化身有什么作用？对没有开悟的，承受果报，善因有善果，恶因有恶报，一点都不假。你能欺骗别人，你欺骗不了自信。自信就是佛性。下面我们还会读到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范围太大了，无法想象啊！啊，今天学科学的人多。跟学科学的人讲，他有概念，他并不清楚，
清楚就得受用，就知道怎么样提升自己。啊，譬如看到一切众生，就像看到自己一样，就像看到佛菩萨一样，那个境界就更高了。能看成跟自己一样，这就算很不错了，你可以入门了，还没入进去。怎么入进去？有行为，就是要行，也就是这个地方佛告诉我们要尊重，对待众生要尊重，对待众生要诚实。诚实是什么？服务。他有什么需要，我能帮得上忙的，不必他来找我，主动去帮他忙，这叫诚实。人不知道啊，天知道，天知道的不深，浅，知道了，知道你做一桩好事。啊，佛菩萨知道的就不用，生欢喜心。怎么生欢喜？你不错啊，你今天真的修了功德了，做了好事，在佛法上你不断的向上提升，佛看得欢喜。甚至于比见到亲朋好友还要欢喜，这明白人，不是明白人，他不肯做的。所以我们学佛含糊笼统的学不行啊，永远留在原地，一点也没有动了，那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有成就啊？所以要学会主动尊重别人，帮助别人。我在讲人呢，这个地方讲众生呢，蚊虫蚂蚁都要帮助啊。怎么帮助？看到他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告诉他，他能不能听懂我们不知道，佛知道。这一句或者一句佛号给他种善根，说不定他的寿命不长，转身之后的人生遇到佛法，一生就成就了，能修行正果啊。他的成就是我们帮忙的，我们尊重诚实帮忙的，我们做了好事，他善根福德比我强，他一天就成就，我一天还没成就，只能做到尊重诚实。一般人说我跟他也不认识，甚至于动物就更不相关了，不相关你怎么遇到了？你能遇到，换一句话说就有因缘，就有关系。
个道理越讲越深，越讲越有味道啊！所以一定要懂得尊重众生，何况人类，不尊重他还要伤害他，不能帮助他反而找麻烦，这错得太离谱了。没人觉得他做错，自己也没有觉得我做错，啊，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今天五十面啊，叫尔时世尊处于此处，于一切法成最正觉，其身充满一切世界，其因普胜十方国土，一叶毛端现能容受一切世界而无障碍，故现无量神通之力，教化调伏一切众生。这个组释迦牟尼佛示现大彻大悟证得究竟圆满，这就我们叫成佛。那个时候他坐在菩提树下，菩提树通常下面是铺草啊，用草做个垫子铺在树底下，这次数经典里面称的金刚宝座，那是我们众生看到的现象不一样。阿罗汉、菩萨有很多等级，51个是阶级，最高的叫等觉天人阿罗汉，他们福报大，他们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，不是坐在地面上，坐在金刚宝座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从这个地方让我们想起经典上常常教给我们，外面的境界从哪里来的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唯心所现的相同，这个心是真心，这个心也叫做法身，心现识变，心是一样的，所以
身现出来没有两样，但是每个人去看，每个人所看到的不一样。你的修行如果是像我们现在在人道所看到一些现象，跟人道看的一样，我们再想一想，假如我们是一只蚂蚁啊，佛说刚刚成道，在人道上，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，那个小蚂蚁有没有看到？可能没有看到啊，小鸟它看到了，它看的跟蚂蚁不一样，蚂蚁看的跟它不一样，境界不相同啊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为识所变。我们在一起修复，在一起研究经教，对于文字的理解认知有前身不一样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？这是为识所现所变的。自性不变，不但不变，自性还更妙。他能随一切缘，能现一切不同的境界，在同时同处。宇宙之间叫真相啊，谁能看透完全明了成佛，那就是说明等觉菩萨还差一层，佛真的透彻了，所以他给我们讲经，我们对象是人，比我们高的是天，我们能够理解的人天。释迦牟尼佛坐在这个现这种座，给见到的人提醒他，警觉他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。啊，底下这一段彻底觉悟了宇宙真相，他的身体遍及无边的宇宙，宇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与空间啊，一切时空，一切时空里面的现象，他全明白了，彻底觉悟了宇宙的真相。这个时候，他的身体发生多大？跟宇宙一样大，没有边际。一切时空里头，
全是佛身呢、啊。我在这里再加一句，全是我们自己的真身，这不是假的，真的。能现是法界，能现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法界，在整个宇宙里头发生里面，真的叫一点一滴了，不足以为道啊！啊，这是真性啊！身起作用，身就能现身，他的语言音声完全随顺宇宙中之一切世界与地区所持有的言语音声，我们读这几句话觉得这是神话，他说的是真话，我们把它当神话。他的言语音声随顺宇宙中一切世界地区所特有的言语音声，也就是说在变法界虚空里面所有一切众生的语言音声，他完全知道清清楚楚，没有障碍。语言太多了，文字也太多了啊，语言耳根圆通，障碍没有。语言舌根圆通，障碍没有啊。任何世界任何众生所说的语言他都能懂，他也能说，互相能沟通啊。佛能看到众生的缘，如果缘成熟了，佛帮助他提升，这就是前面讲的成思为他服务，教导他帮助他向上提升，帮助他早一天真的跟佛一样，证得成果，也能证阿罗汉，证菩萨果位，最后圆满成佛。佛确确实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归自信。我用这句话说，特别亲切。佛法终极的目标啊，最高的目的是叫你离开，永远离开苦难，永远生活在快乐当中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完全通达明了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，没有丝毫隐瞒。我要比你高一点，你不能跟我一样，没有这，那就不尊重。
啊，那就不是为众生服务了。啊，证得这个成就，要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认识佛法，帮助众生学习佛法，帮助众生提升佛法。这是使命，不像人家受人帮助的人，没有条件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众生是我自己化身里面的一部分，他要不成佛，我这个成佛正觉还不圆满，必须。一切众生都成佛了，才叫究竟圆满。学了，为什么这么难？难是我们不肯放下，没看破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方法诀窍就这么简单，希望我们努力深入精究，再把它转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行为，待人接物多懂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